尊敬的世界各地、全国各地的莲友，尊敬的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是喜送姐姐回家之四，题目是一生使命度众生，慈悲留记事后人。这一部分主要是要把姐姐留下来的30几首偈子公布于众，让大家共同分享。关于这个偈子问题，我想跟大家做一下说明。这个偈子是怎么来的，怎么回事儿？应该是2003年下半年，姐姐陆续就开始出了一些偈子。当时我问姐姐，你这偈子是怎么出来的？姐姐告诉我，她说就像她脑门有一个电视屏幕，那个偈子就像打字一样，她自己就出来了，然后姐姐就用笔把它记下来了。这种现象出现以后，我们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反正姐姐就是哪门出偈子，她就用笔记下来。后来可能是记了200多首左右，我就对姐姐说，我说立刻停笔，一首也不要再记了，集中精力老实念佛求生净土，不要夹杂，不要打闲岔。因为我姐姐非常听话，所以从那以后她就再也不记了。因为那一个阶段呢，陆续也出，她告诉我，对小云呐，现在还出偈子，有的一天出多的，有的一天出少的。我说不管多少，咱都不要记了，就是一心念佛了。所以我姐从大约是记了半年多时间吧，一共是记了200多首，不到300首，她就停笔了，就不再记了。最近呢，姐姐跟我说，她说小云呐，最近好像又出了一些偈子，我觉得这些偈子都挺好，是不是以后会有用处？你说我记不记？我当时就说了，我说姐，从明天开始出的偈子，你可以把它记下来。这个话是哪天说的呢？就是10月7号那天，我去姐姐家吃中午饭说的这个话。那第二天呢，就是10月8号，所以从11月8号起到现在，也就是姐姐往生的头一天20号，半个月的时间，姐姐又留下了35首偈子。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公布分享交流34首，其中有一首暂时保密，还不适宜公开，请大家谅解。这个偈子出来之后，姐姐曾在她往生之前，我没有看见这个偈子，她是用本写的。我告诉姐姐，我说这个偈子不要给任何人看，我也不看，等以后你往生了我再看这个偈子。姐姐说可能是这么安排的。她说小云，这样的告诉我，现在这个时空点就得用这种方式来度众生。她说对我来说就是用偈子来度众生。我说那个偈子怎么度呢？姐姐说，我把生前和将来我往生之后的事儿，我都把它写在偈子里，到那个时候我走了，你们再看着偈子，你们所有的疑问在偈子里都会找到答案的。这是姐姐生前跟我交代过的，她说偈子里都会一一兑现的。他说那个时候一些个瑞相啊，什么景象啊，他说我现在没走之前我都把它写出来。那你看，我把后面的事儿我能先写出来，那不是我编的吧？不是我如果我现在把我没往生之前的事儿先写了，那你们都可以啊，谁都可以写。我现在不但写我往生前的，我把我往生后的事儿也都一一写出来，最后你们到这里来找答案，一一都会兑现。当时我还有点不理解，
我想等姐姐往生以后，我看到姐姐留下的句子，这个时候呢，我突然恍然大悟了。因为什么？真是这样的，简直是太神奇，太不可思议了。下面呢，就是怎么个神奇法，怎么个不思议法，我想用事实来说明。我就把姐姐2012年11月8日到2012年11月20日共14天时间里所记下来的句子供养大家，愿我们共同分享。因为姐姐这些个句子啊，它都有时间、年月日，甚至几点几分记下来的，它都有记载。我这里呢，就把年月日写出来了，具体的几点几分我就没有写，每一天几首我都分别列出来了。下面我就开始给大家说这个34首集诵。2012年11月8日啊，就是我告诉姐姐从明天开始你就可以记了。那这个正好我一看那本儿，就是那天开始记的。10月8号这一天，姐姐一共记了5首记子，我就一一给大家读一遍。第一首记子是这样说的：平平常常一老太，72载度春秋，一步一个脚印走，步步脚印后世留。平常淡然细碎语，可能无人语意留。如能听尽片言语，无价之宝任意留。亲人眷属往事有，今日相聚把缘愁。缘疏缘浅不一样，各个因缘各报仇。缘圣自信弥陀号，此生极乐定相聚。但等妙华盛开日，虚空刹土作游戏。释迦如来现8000，弟子步步紧跟随。三华龙会有5位，释迦如来笑挥指。善哉善哉大团圆，极乐世界共相聚。这就是11月8号那一天的第一首偈子。第二首：哈氏共修近100日，往昔道友今相聚。棒喝师弟言语粗，唯教师弟灵性提。有悟此生回极乐，无悟必定落一极。但愿师兄遇师弟，今日极乐共团聚。这首句子呢，我知道它的大概背景是我姐曾经到室内的一个同修的道场，一共4个人，他们当时称为师兄师弟，在那里打佛七念佛将近100天的时间，可能念了90多天，不足100天。他是指这个事儿说的。这是第二首偈子。第三首偈子是：自己一生无说道，众生皆称我慈祥，有话愿跟我诉说，生活平常一生好，老年福报更殊胜，听经念佛得清净，普愿众生念弥陀，此生同回极乐国。这是第三首。第四首：小小女儿灵性高，可惜往生未了道，此生因缘极殊胜，跟母回乡本领小，生生世世度苦众，六道轮回完结了，
这一首我理解是给我的四外甥女说的，小小女儿嘛，就指的小女儿。可惜往生未了道，就原来就是修行人，但是未了道。说这一生袁树书圣，袁书圣跟母亲学文灵，就可以六道轮回就结束了，就完结了。我是这样理解的。第五首是放下万缘念弥陀，我念弥陀佛念我，弥陀弥陀心弥陀，弥陀接我回极乐，极乐圣景做回报，普愿众生归极乐。这是八号那天的一共这个五首。下面是11月10号那天，一共是四首。第一首是众生厌离苦娑婆，欢喜极乐幸福多，众生平等听妙法，大开智慧唱佛歌。第二首，放下假的求真的，放下苦的求乐的，什么是苦，何为乐，常乐我净是真乐。第三首，娇儿莫哭，慈父护佑，走时即走，无有痛苦，捷报频传，告慰莲友，瑞相百出，叫人信服，此生了愿，回归故土，再来大千，分身无数，随缘而度，众皆成就。这一首是不是就告诉我们，他往生之后啊，瑞相，叫人信服。现在看来，事实已经验证了。等大家看光碟就明白了。第四首是妙莲菩萨坐金台，西方三圣皆引来，妙法莲花开极乐，欢迎莲友成佛来，念佛成佛容易事，弥陀宏愿法传载，大灾大难无所谓，共入弥陀本愿海。这一首呢，是在前些日子平房有一位87、8岁的老菩萨冯玉兰往生了。这是我姐姐，下面她有个小注解，冯玉兰老菩萨往生所感。这个第一句话说的妙莲菩萨坐金台，我理解是不是就是这老菩萨的法号叫妙莲。11月12日一共是七首。第一首是群星聚会，群鹰聚会念佛法，保持盛开妙莲花，莲友一体众平等，西方极乐共回家。下面有个小注，是五位莲友来访。这五位莲友都是谁我不知道，当时我不在场。第二是不是大话是实话，行住坐卧在表法，即是弥陀心量大，不用思维没有假。第三首，外表形象一老太，内里却是真菩萨，内表大法无小法，大法小法一般大，众生要信受益大，若要不信土咖了。这个土咖了是我们北方的土话，就那土块的意思。后面他括号写了一个字，就是那个白痴，就吃贪嗔痴那个痴，就说你要不信呢，你就是那个痴傻人。
第四首是锦州消息传过来，连有信心未全开，万语千言鼓把劲儿，祝愿连友登莲台，西方多益佛菩萨，虚空法界放异彩。第五首是众生着相假为真，菩萨无相下凡尘，五十三参各种相，谁知是佛是凡人，随类度生尽本分，天地人我本一身。第六首，这个还有个名，第六首叫故乡畅想，是这样说的：极乐世界美丽家，遍地盛开妙莲花，宝池得水林间鸟，接眼妙音放光华，柱上善友常相聚，莲池海会受法华，祝大菩萨是同伴，听佛法音宣妙法，生佛平等是一体，极乐佛果胜其他，祝愿同修听佛话，永脱轮回定回家。下面写了四个字，妙音回家。第七首是感恩丈夫度化我，度我极乐去成佛，永断夫妻之缘分，永作道友出爱河。11月13日一共是六首。第一首，窗外树枝披银衣，自然美景放异彩，人心如雪洁无瑕，冬去春来百花开。第二首，弟子圣书，他这个上写的好像是那个经，佛经那个经，我理解是不是笔误，暂时给他变一下，看看这样好不好。弟子圣书救中华，涵盖弥陀48，若能深解其中意，兴邦治国旺自家。这个弟子呢是带引号的，我理解就是指弟子规。第三首是身体活动渐迟缓，心中只有阿弥陀，一切全交佛安排，心中自在真快乐。第四首，人生转瞬几时秋，幸遇净土乐悠悠，此生回家有证书，弥陀接我莲花出。第五首，三点连成小莲花，预示今生定回家，坚定信心把佛念，抓住真的放下假，虚空法界便是妈，微笑送给遍天下，清晨看看朝霞路，黄昏看看五彩霞，夜晚看看满星际，极乐故乡在眼下。这一首我想是给我四外甥女的，因为四外甥女的左锁骨下面有三个点儿，那三个点儿是连在一起的，领定一看就像一朵小莲花似的，所以我理解姐姐的这首句子是给我四外甥女的。这是第五首。第六首是感恩诸位儿和女，祝我成佛回故土，
待到功德圆满日，随佛前来接诸位，往日誓言定兑现，不论先后皆相见，祝愿儿女多觉悟，念佛回家有把握，祝愿虚空苦众生快快觉悟回乐城，虚空法界皆祥和，生佛平等庆太平。11月14日一共是五首。第一首，窗外一片银世界，自然美景放光彩，银地唤作黄金地，琉璃玛瑙光如海，往生菩萨笑脸迎，迎我共入弥陀海，家庭家乡美景说不尽，欢迎莲友回家来。第二首，放下万缘净心缘，清净心缘无杂染，至心一处心净极，智慧现前办事缘。第三首，慈父金臂垂，乖儿紧跟随，愚父同心愿，愚父同德行。第四首，大愿菩萨做榜样，舍受十年救劫难，但愿众生得离苦，宇宙和平幸福天，目连菩萨来身边，助我成就回家园，句句不离无量寿，普度苦众功无边。这一首下面写了几个字，人间为摩诘。第五首，弥陀夜半送消息，这次消息是真的，以前消息也不假，儿为回家两层意，一是儿心慈悲重，怜悯众生未舍弃，二是儿还有任务，晚回几年也不迟，今儿使命已完成，慈父接儿把家回，儿本西方一佛子，来到世间解困围，平平常常七十载，不显不露自然存，所想所作皆是法，从来给佛未抹灰，一生清贫无贪欲，教育子女做好人，母亲教诲时常记，传给儿孙受益深，纷杂世事少污染，家庭和睦而孝顺，从此再也无牵挂，欲父回家尽孝心，上报四恩记三途，虚空法界佛国人。11月16日一首，碧空万里佛光照，莲花朵朵佛来迎，天人散花来送行，极乐世界美景现，重重佛梯皆重重，有缘莲友看得清，世人难信佛之意，得度之者永长生。下面这六首就是我姐姐往生的头一天，也就是11月20日的，一共是六首。其中第一首很长，
大概是60句吧。我来给大家读这首。弥陀慈尊传真音，五子二妖回家门，西方三圣来接引，无量菩萨紧紧跟，红来树节随对现，今生父母喜迎儿，女去亲接老岳母，事实如此都是真，往生大队排成行，回来皆有喜迎门，不是一人回家门，带众无量皈依真，西方圣景空中现，朵朵莲花如车轮，归者周身放一香，体通透明如水晶，高唱弥陀回家转，望尽还原归一真，生前所愿皆圆满，本是菩萨再来世，平常一生度苦轮，不是祖师留教诲，平民百姓非凡人，游戏一场太逼真，今回莲果极乐去，此名即是观世音，分身来到娑婆界，大慈大悲救苦轮。这场大戏唱圆满，丢下假身换金身，金身处处无不在，金光时时照众生，潇洒回家回毛笑，警醒世间迷惑人，特提一场骑兵练，五阶师弟圆满归，说到做到真佛性，佛无妄语即是真，五位无量做证明，五位弥陀传真音，末法九千此不惊，一句弥陀定乾坤，不管尔等信不信，后世子孙去评论，不说以后再说今，留下即送给后人，后人如能认真保，宝藏无尽宇宙心，虚身假壳现病苦，谈笑风生度世人，归时定于正午时，挥手微笑别亲人，西方三圣显神威，大放光明照虚空，天人撒花纷纷下，空中异香众可闻，末法众生太难化，种种奇象化世人，劝君快快早醒悟，视作圣贤明白人。这一首偈子是11月20号晚上0:20至1:12记下来的，大约差不多记了将近一个小时。这是第一首。第二首，哈氏去念佛，奇特练兵所，我的二师弟舍命去陪我，忍辱受磨砺，此关已通过，日常体能下，他知很惊疑，礼佛发下愿，精心来护持，不管他是谁，今生定回家。两次说往生，护持都有他，
要问怎回事儿，事后他解答。第三首，感恩诸位老姐妹时常相聚来切磋，同沾法喜常法味，今生定能把家回。第四首，祝佛诸位善护法，慈悲护持威力大，三日未尽所有粮，精神焕发身不乏，滔滔不绝讲佛法，群情激愤把佛赞，四面八方来聚会，有情无情受益大，最后日子度群盟，祝福大家登莲花。第五首，自己学佛有欠缺，往生知识考试多，不管何种方式考，如如不动仗不住，老实听话认真干，极乐故乡回定了，众生着相给你相，见相尔等心服了，往生之日多瑞相，佛放光华照众生，不信之众见佛景，不用解释不费功，自动你把佛门进，得佛法位乐无穷。第六首，感恩故乡众莲友，为报乡恩献慈悲，人生最后舍报日，莲池海会见亲人，从此再不受拘谨，自由自在游虚空，哪方众生缘成熟，分身无数度苦众，微尘刹土无量众，哪里有感必有应，亲随弥陀去接迎，极乐成佛无量多，菩萨无量听佛经，佛国毕业高才生，虚空法界住佛刹，刹那游遍供养佛，净宗法门太殊胜，方便稳妥是捷径，同登四徒把佛成，十方诸佛同赞叹。以上这34首偈子，就是我姐姐从11月8日到11月20日14天的时间里留给同修们的诗集。我就不解释了，我也解释不出来，哎，大家听了看了，会各有所悟。下面我想说点什么呢，就是姐姐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，又一位佛菩萨归位了。虽然在人世间我失去了一位可亲可敬的姐姐，但是在虚空法界却多了一位救苦救难的佛菩萨，我为有这样一位伟大的姐姐而骄傲和自豪。姐姐阳寿未到，她是舍寿10年回家的，为什么？为了挽救这场劫难，又有新的使命在等待着她。事实上她身负新的使命，已经又来到了娑婆世界，他和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已经融为一体，其实本来就是一体嘛，他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他就在我们的身边。3年前
我就知道姐姐是观世音菩萨，但是我不能说，说了那叫不懂规矩。退一步说，就是我说出来了，又有谁相信？是不是人家会说我又在妖言惑众、胡说八道？我不忍心让众生因为我而造口业，将来受苦报，所以我就没有说。不是说末法众生刚强难化吗？真是这样的。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49年，不是在化吗？老法师讲经说法到现在已经54年了，不是也在化吗？所以说我们不要着急，机缘成熟了，自然而然就化了。我们这个化的工作还要继续做下去。姐姐做佛去了，作为妹妹，我做了3首偈子为姐姐送行，送姐姐回家。第一首是这样的：大慈大悲观世音，千处有求千处应，化身无数拔众苦，寻声救苦渡苦轮。第二首：姐姐回归常寂光，妹妹娑婆常遥望，待到功德圆满日，慈父接我回故乡。第三首：姐姐端坐紫金台，三圣接引回家园，向好庄严多殊胜，受尽屈辱笑开颜。姐姐往生之后，我给师父上人写了一封短信，报告姐姐往生的消息。有莲友把这封信挂在了网上，立刻引起了轩然大波，一时传言四起，说什么的都有。有的人警告莲友那是假的，你上当了，有人说不是上品上生等等等等。对此我的态度是淡然视之，默然置之，泰然处之，一笑了之，还是我那四条原则：不争论，不讨论，不辩论，不解释。我一直遵循这四条原则，一切随其自然，真相就是真相，它不以哪个人的好恶为转移，也不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。姐姐往生之后，我们日夜兼程赶制了这套光碟，供养世界各地、全国各地的莲友。这套光碟的制作我是从头至尾跟下来的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莲友们，这套光碟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，没有虚构，没有夸张，没有杜撰，更没有艺术加工，每个细节都是原汁原味的真实记录，它将给我们留下无尽的启迪。这套光碟公开流通之后，可能会引起震动，无外乎两种震动吧，一种是受到鼓舞，增强信心，坚定信念，发喜充满；另一种震动是疑惑重生，极尽所能排斥。不管是哪种震动，都是很正常的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嘛。
在这里我要对大家说的是，现在时间这么宝贵，不要浪费这宝贵的时间再去争论谁是谁非，没有谁是，也没有谁非，一句阿弥陀佛全解决了。我上面所说的话是坦诚的，万法归一，殊途同归嘛，世界宗教是一家，这是净空老法师的理念。从这些话里，你们能不能感受到我的真诚，我的善良，我的慈悲？我不希望任何一个众生因造口业而受苦报。俗话说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我真诚地劝诫诸位，对于这套光碟，你有选择的自由，喜欢你就看，不喜欢你就不看，最好是不说东道西，妄加评论。如果你不听劝说，非说不可，那就是智者见智，愚者见愚，痴者见痴了，那你就因果自负，自作自受吧。因时间仓促，这套光碟难免有疏漏之处，诚恳的希望广大莲友看后批评指正，谢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